个包包吗？哎，医生，这个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啊。医生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有纸吗？啊，我老婆包里有，去拿纸帮她擦擦汗吧。好。哦、刘雅，这个孩子怎么出来一点呀、啊？好的，你干了什么？他把我的粉饼摔碎了。八个小时都没动静，你这一摔，孩子居然冒头了。冒头了。小伙子，继续。继续。老婆，对不起了。你知道这个策划有多难买吗？不错不错不错，小伙子有效果，再来。怕都拉开，不要破坏化妆师。不可能，这是啥？眼影盘。老公，这个眼影盘呢，是我专门托人从意大利给我带回来的。等你生完孩子，我就带你去意大利买啊！来，等等等等。SK 图神仙水，哇哇，当掉。辣妹的面霜，挖出来，上墙了。粉刷，拔毛。还差一点头就出来了，你再来再来再来、啊、医生没有了，你不是还有个包包吗？哎，医生，这个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啊。太棒了，这简直就是医学的奇迹呀、啊、小伙子再来。老婆，素颜照发朋友圈了，这简直是医学的奇迹呀、啊哎，能塞回去吧，附近的民政局在哪里，要去办个离婚。